好，这里是东南亚府，今天是11月29日，星期三。那么今天的话，东南亚府终于开放了钻石博主这个阶段。那先来看一下，就是如果你还没升到钻石博主这个阶段的话，你是有这个加速器的。然后12000订阅是可以到这个阶段，然后就往后就可以领取后面的奖励。然后今天应该是双倍周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打一只 boss 它的奖励原本是2倍，这个活动应该是最后一天了。然后就是打怪技能。就是那个跳舞，我记得他改之前那个平和边在跳完 Zero to Dance。 好，来看一下足球赛。我是红队的，对，那球场上有多少个球？有一个，两个球，三个球。提升着这个进球，好像不止一个球，传球。台上也有球，他没有什么越位啊之类的判罚。有球就行了。这踢射这个技能是，你越过一个人，他可以把他踢晕。哎呀，没踢好。
它在我的右边。然后去买鱼，是哪条鱼？它全自动的吗？在左下角，右边，右边，好像在右边。下面